家好，我们是子午计划联动小队。大家好，我是 Mizuki。 我是 Hibiki。 我是 KSP。 首先恭喜怪力性百万亚瑟王环即将正式开服，这次我们化身联动小队与百万亚瑟王有着深度的亲密合作。哇，亲密合作。怪力性百万亚瑟王环是一款日系策略卡牌 RPG，为日本知名游戏大厂 Square Enix 百万亚瑟王 IP 系列续作，原作在日本可是突破10000万下载的重量级游戏哦。本次新作预约更是突破300000人次，已经有大量的老玩家敲碗要来玩本次新作了。游戏除了有超细致的卡牌外形，人气声优加持，每张卡都有超高质量的 3D 动画，玩法是最热血的纯日系回合卡牌玩法。玩家还要凭着策略搭配，配合出属性相克。卡牌职业搭配出最强牌组，叠高劝术，触发圣剑技能，卡牌战斗超带感。当然，还少不了原作最令人疯狂的四人共斗系统。玩家可以搭配自己喜好的亚瑟职业卡组，共同配合输出爆炸性伤害。新版更推出了妖精派对等多种跳棋式休闲玩法，像我这种休闲型玩家也可以很有参与感呢，太棒了！接下来看看子午计划联动小队本次合作的精美卡牌吧。这次我的装扮是百万亚瑟王里面的乌沙哈概念造型，当然也少不了我最爱的天使啦。人家这次的造型是歌姬亚瑟，嘿，不准定格那里。最后是我的居家造型，搭配法沙利亚的造型，充分展现出我的私下气质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8月29日正式开服。大家除了可以获得我们三人的联动卡牌外，官方还加码赠送 QQ 小笼包卡牌造型。哇，太香了，那珍珠我都饿了，机会难得，千万别错过，赶快下载动起来，跟着子午计划联动小队一起来体验高燃热血的卡牌战斗吧，记得来带我们回家哟。